头针我先针定个小针，把这个线先固定，这种就是它的线就拉不着。这种做法，这个做我教你们的是切针，看了一针是最初一针是这样，第二针是这样直起上去，这一针一针的结，这个叫结针。这种大概用的地方就是什么，比如说收边的有些贴定的产品，它收边就需要这种切针。但这种做基本都少，但是你要记住，有的时候它是用得着的这种。好了，就这样，这个叫切针。